哇，热热热热，太热了。不叫云台吧，叫那个。嗯，你把相机拿出来吗？天哪，32度，热，热死。我们的相机前两天不是拿去寄了吗？修好了，现在拿回来。对，镜头对，镜头在那个盒子里面。我们是有云台的，云台都不架，因为云台太麻烦了，架完就会更大一点。我就用这个三脚架来拿，方便一点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这架子就比较人比较轻松一点。云台太烦躁了，要调啊，每次都还弄。我的相机拍出来效果我比那个手机好一点点。我们最近的那个视频全都是用手机拍的。对，手机有时候我最近收音可能有点麻烦，然后一个问题就是。拍出来通透感还是相机比较到位一点，但确实麻烦一点。我觉得可能你手机太 low 了，没有放13 Pro。那别说了，赶紧的。对啊，你放13 Pro， 给我买个新的呗。靠自己呀、啊。靠自己，你这话说的，真搞笑。是你说我手机不好的。我说不好，你也自己去买呀。饿死了，走吧。这架子挺方便的。走，走吧，走吧。拿了。我们今天又到这个售楼部的门口了，现在已经到了，现在还在车里。现在目前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就是我们还在等待他给我们一个答复的过程。那么就是说大家坐下来协商了一下，就是说那么我们嘛就衣服，那个衣服是没有穿了，但是穿了自己的衣服。原本我们是可以不用来的，他就我们不用来，他说有结果了就是说通知我们，对吧？对，但是出于对他的这个项目的不信任，然后所以我们还是要自己拿出自己的态度，并这种钱是自己的，事是别人的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来。那来的频率情况下就不像以前那么勤快，那么勤，这些人都会来，直到出达到结果的情况下，我们才会离开这里。嗯，对对对，是这个情况。这是我们的一个态度嘛？对，本身可以不用来的。因为我们对他失去了信任，没有信任感可言了。对，就是属于信任危机的这种感觉。所以我们要坚持拿到结果的那一天。行，我们先下去那个老盘嘛，待着嘛，然后我们把今天事情做一下，然后下午就下班。热，走吧。走吧。今天把这个架子架在那边，然后记录一下我们的一整天。对，拿我的包包吧，先开我的包。
包包。永远都是第一台电脑，第一手把电脑拿出来。你没亮哦，为什么呢？两点钟呢，我们现在要出门吃饭，还是去对面吃抄手？我们已经连续三天的抄手了，不过那抄手挺好吃的。走吧。我今天听到别人给我评论说我又胖了，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！我从 XS 码已经到了 M 码了，我受不了了。红汤抄手，我是一个干拌，抄手还不错，真好吃，我觉得。我的是干拌抄手，二两，大概就是在12个这样子。哎，二两是几个呀？12个。干拌的，它的是汤的，红汤。哦。然后我们刚吃完饭回来，他们这边有一个负责人过来跟我们讲了，就是说，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复，大概是在可能还需要个几天，然后到时候再最后的一步或者什么答复，到时候我们再过来，就是过两天再过来，然后这两天我们就不来了，我们就先回去了，我们就等他们的一个通知给我们，一个答案给我们，就是这样子个情况。收拾东西了。把我的帽子给我拿着，还有荔枝，刚买了点水果本吃。